走，快点嘞！快点呐、啊！妈有在家里、啊。不行，那哥哥等下也要上课了。都要上课，快点，快一点，走上来，快点呐、啊！等一下，妈妈就来接你啊！我不要接啊！有一点很假。玩什么啊？玩那个。来，别我的人跟我说。接你啊！我回家睡觉。我啊，那你在这边睡觉？不能啊！我在睡袋。我回家，回家。我中午就来接你，我要回家了啦。你不能在这边，我不要走。你乖乖帮我装，我就下午来接哦。不要。那你就乖乖，不要再哭了，去玩。不要玩。没有什么好哭的。不要玩。没有。你接我，你接我。我中午就来接你了。我不要中午。那什么时候？下午。更久。我要现在。没有，我才刚送你来。我要回家了啦，我要睡觉了，我要回家睡觉。我要出去，我要去吃饭。好，那我叫老师再用绿豆汤给你喝。那有那个哆啦 A 梦面包。好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我中午就来接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先去跟同学玩。接你了，好，我要离开了，我真的要离开了。我中午来接你，中午你吃完饭，赶快吃完饭我就来接你了。你赶快吃完饭我就来接你。我要去睡觉。好，那你等下睡觉，这边给你睡。好了，我要走了啦，拜拜。回家，我回家，我现在回家，你等一下我回家。好，我等一下一定来接你回家。如果你哭哭，我就不想来了。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不要，过来接我，现在来接我。好，我等一下中午吃完饭就来接你了。我不要中午，我不要中午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一直哭，我就一直哭，然后我就去了。那是不是学校好玩？还要不要再去？可是那里没有，可是那里没有东西。有啊，很多啊。不是，很少。好，那我们下礼拜开始要在学校睡午觉，跟小朋友一起睡午觉，好不好？那你自己睡。我要去我们的家睡。不用啊，他们那边好舒服哦。不要。好啦，那我们回家找哥哥了，可以吗？好，下礼拜要继续努力 ，Give me five。你说我会努力。我会努力。看我讲。我会努力。耶、yeah。我要